相信吗？我们就是那个房屋旁边的房角石头，一块一块的。如果我们坚固在神的面前，神要把我们建造起来。阿门。阿门。所以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很重要。那在这个时候，我们先一起开口来祷告，你为自己来祷告，求神来帮助你。我相信今天圣灵要来引导你，他要充满你。那在这个时候，我们先一起开口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谢谢你，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，主，我相信主，你要你的话语要深深的充满在我们当中，也愿圣灵来带领我们。主，有些人也许还不太认识你，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你要让我们更深的来认识你。谢谢耶稣，保守我们以下所有的聚会，从开始到结束。